哇，我居然有2只小鳄鱼！各位看见没有？一个脑袋大的小鳄鱼，一个肚子大的小鳄鱼。Hello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给小泰迪尝试一下 喂食榴莲，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们喜欢吃榴莲呀？你们猜，现在可以下一下赌注，看一下小泰迪会不会吃榴莲。他如果不吃的话，一会儿就我自己解决。哇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我们可爱的小泰迪好像也不喜欢吃榴莲，要不要？是吗？吃点水果有益身体健康。好恶心啊！谢哟，小泰迪说我不吃屎。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，既然你咬不动排骨，对吧？来，小泰迪，吃一个壳，好吧？是吗？小泰迪表示拒绝。这个你也不吃啊？是吗？小泰迪拒绝和我们交友，你吃吗？他也不吃，他退后了，他动啊。小泰迪吃吗？哎，好了，不难为他了。这2块其实是我买来自己吃的，因为之前在朋友那里吃过，觉得还不错，所以就买来试一试。有一块就给他尝试一下。看来小泰迪对榴莲也不太感冒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再见。